如何折磨导弹女朋友？今天我出门看见门口的方块颜色有点不一样，不用说这肯定有问题。挖下去看，好家伙，是命令方块，不得不说这个陷阱做的有点不错哈。然后我就试了一下，好，这么玩是吧？还好我出名，要不然我就嘎了呀。虽然命令方块这个东西只需要输入指令就能生成很多东西，甚至我开的创造都能被这个东西嘎掉，但是就想凭这个东西搞我，还是对我这个指令大神太嫩了。要知道我可是不用命令方块也能放陷阱的高手。没错，这是一个召唤铁针的指令。不管运动跑到哪里，咱们只需要输入指令就能生成铁针，可以说是插翅难逃。那么兄弟们点个赞，咱们现在开始折磨玉兔。没关系，又活了一天。